希望今次個歌詞可以好啲，即係講到我會唱得好啲，即係你冇問題，好。明明默默我冇講過心聲，無奈下下睇到炸彈降臨，榮幸見今次前提人人望住是拉重浪超人，走了無怕炸彈好近，不是托開細物即刻去填海，唔係拖開，小心啲啦，唔該。係腦袋根本冇開，還是佢好想冚蓋？當有門係實際，個個受盡傷害。唔係拖開，使乜即刻去填海？是自己仍凝扎车及数恋玩竞赛，为面留周定木材，其实及巴士更加好啊，无谓营造意外，要悭点死衰袋。sorry， 就都系唔得。真的搞不定我真心是嘗試認真唱，不過真的搞不定這個我覺得改得真的好，很喜歡看這些，最喜歡看這些，如果開 show 我覺得可以考慮唱一些，大家知咩料啊？